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马。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一套是联名的一个套装，但是它的价位呢，真的还算蛮亲民的。而且小马觉得它的质感跟它的用料都还蛮不错的。那就是现在桌上，我们先跟大家介绍这两双鞋 ，Reebok 跟 Pleasure 的联名款。那 Pleasure 就是来自洛杉矶的一个街头潮流品牌。那么 Pleasure 的服饰呢，在台湾你可以在 Juice 的这种经销商里面可以去买到。那服饰的定价大概也是落在2000块左右。那这一次呢，它跟这个 Reebok 做联名，出了这一系列的套装。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两双鞋款。黑色的就是 Reebok 的 Arch Track， Arch Track 这一双鞋子呢，就是来自90年代的 Reebok 慢跑鞋。那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，经过Pressure 的联名之后，它用上了金属的鞋带环，然后配上一个全黑的颜色哦，但是用不同的材质，这边用上了皮革，那大部分的材质是以这种翻毛皮的材质，整片的鞋子也全部都是翻毛皮的材质，但这摸起来小马觉得应该是合成皮，应该不是真皮的材质，因为这个定价其实蛮便宜的，它的售价是3650台币，所以它的价位算是中价位的鞋款，所以材质上面并不会用到非常非常好的材质，但从鞋身的设计我们可以看到它算是蛮有街头风的，而且感觉上面算是还蛮有重金属风格的，因为后跟还有一个金属的铁环，所以其实经过联名之后，它算是跟一般的 Air Track 有一些小小的不一样。然后在细节处，它算是有 Pressure 的味道在里头。那这双鞋子的版型呢，要购买正常的尺寸。那这双鞋子虽然本身是被定位在慢跑鞋，不过整双鞋子算是一个蛮有复古鞋型的 Daddy Shoes 的味道，所以这双鞋子在穿搭上面也是一个非常好穿搭的一个鞋款。本身就算没有联名款 ，Actually 也是一双很不错的一个鞋子。那我们再看另外一双鞋款，就是 Reebok 的Club C85。算是 Reebok 非常经典的板鞋。那 Pressure 这一次联名上面用上了两个鞋带，有一个绿色跟蓝色，所以它算是付给你两个鞋带。那这样的定价又更便宜了，是3050台币，但是它整双鞋面全部都是麂皮的哦，这个摸起来的质感反而比 Astrak 的这个麂皮还要来得更好，因为它全鞋面都是反毛皮哦，这边可以仔细看它的触感，摸起来蛮赞的。那侧边我们可以看到它绣上 Pressure 的名称以及鞋舌也压印出 Pressure， 算是蛮帅的我觉得鞋舌前面压出 Pressure 真的是还蛮好看的。那它的鞋舌也算是一个亮点，两边不一样一边写上 I want the one I can't have， 就是我一定要一双啦，不能够没有一双这样子的一个鞋子。那另外一边是用上人脑的 Pressure 的 logo。 那这两双鞋子都算是 Reebok 中阶型的鞋款，所以呢它的定价上面就是3050跟3650，所以我觉得算是以联名款鞋子来讲，是大家应该都还可以负担得起的。那这次除了鞋子之外，也有联名的衣服的服饰，还有裤子跟外套。那小马觉得这次的冲锋衣外套啊，比鞋子来的更有亮点，它的冲锋衣外套穿起来非常像这种 Supreme 的这种冲锋衣外套，我觉得啦，它的质感非常好，而且不是那种很薄的是有厚度的，有扎实性的这个冲锋衣外套，然后上面就直接打上 Pressure 的 logo 在上面。那它总共是有两个颜色，有这个黑色的冲锋衣跟蓝绿色的冲锋衣，然后还有一个风衣长裤。那这个冲锋衣外套定价是3280，小马觉得这个价位算是非常非常合理。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实穿一下这个整体的感觉给大家看哦，这一整套系列穿下来会是什么样的感觉。好啦，以上就是这一次的 Reebok Pleasure 的联名介绍。那么
小马觉得这一整套下来，你买一个长裤，买一件冲锋衣外套，再买一个鞋子，这样子搭下来呢，不到台币10000块。我觉得这一整套算是一个好看的联名，而且价位呢也算是合理。但是喜不喜欢就见仁见智了。小马个人是还蛮喜欢这个外套的，这个外套应该是怎么搭都很好搭的一款冲锋衣外套。那么如果你想要购买 Reebok 的这一次联名呢，它这一次只有发售在西门町的 Reebok 门市，那6月28号发售的小马不清楚还有没有货，就是一个分享跟介绍，如果想购买的朋友就自己去西门町的门市上面找找看。那以上呢就是小马这次的介绍，如果喜欢小马影片记得按赞订阅跟分享，我是小马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